我杀了。瞬间卡位，哎呀，没了！这招这个隐身太慢了，这把究极招。这搞事情吗？这不是？有命得倒啊，不倒霉了。这么远还晕了。没了没了，我平局。还差个刀，真给力啊。哎呀，我真的是杀人了。
那门开了，聚焦。哎，开局就白给呀，我日！人都没见着，板子都已经没了。那把加速交了，还滑吗？挂不了人了，不挂了。强施救，先知修，先知没治愈，全都在修，要卖了呀。黑妹去了，等等，你赶到都过半了呀。那你要救不救的？挂了也不行了，
摊了一匹，不打你就不交。防止他们抢点，不能挂。强势要起来了，快一点！强势起来之前要把这个黑妹打倒。没倒就没了。抓先知的无人孔了就没了。踩下来干嘛？我的中指。现在是等我的，要再快一点就好了。真就最后一秒打动他的鸟了呗。被那前锋虚了，人一丢瞬间跑了。
不知道那眼有没有守这个，没守到。两个人救他呀？那我不打了呀，让你救啊，抓死他呗。 这后一秒，他黑妹给他挡刀了，不然能打个正事。哎呦，我真的是服了。 这人没交到，应该是没点铁屁股，机子没摇好。 哎呀，这个机子亮的是真的牛皮！你这不是送我赢了？骂人预定。 小木屋，不好追啊！那小木屋直接翻个三装加速就转大王了。窗户这边看一眼，把窗户封了再走一下。这个脚印肯定是盲女的，不是他的，认得出来了。 What？ 你看有彩板，有彩板的杰克，你溜都溜不动，带个底牌，一个板子给你玩一年。谁呀、啊？让他直接救。我不着急，缺点手，侧面这边打，八成几率这个人是直接扯。
他上次就直接扯，哎呦，还是让他救了，无所谓，还有鸟。 锤他就完事了，还得看他了，还看兄弟，拿一刀再说，别无人。 着急锤你，我测个二级隐身。哎？ 失误两次还，这局还是完了，还没差很多，还是我想多了，我爷他们修机速度很快。 我要往遗产机那边赶，还在往那带。<笑><笑> 怎么感觉他要重新起啊？前肢呢？前肢也不休机制，空姐残血在这边，离这个椅子远点，免得被透视了。应该现在想救人。 小木屋机子又不修，人还死一场，空姐在这边贴。 破了箱子，没子。
哎，那个幽冥怎么又回来了？他那一根针又打不好自己。这把黑人问号啊，不是黑人问号，就是地铁老爷爷看手机。 他不在这个 VIP 里面吗？ 还有香水，又摸了根针。 洗的手的呀，还盖了100分。 修不完，你碰机子！哎呦，那是真的顽强，还把机子点完了。 还想点个门。
前直在那绕呢，我开始卡了。你把三张加速用了，等我小木屋你怎么转点啊？破子直接装，不无所谓，他没加速。炸了呀！这鸟不打，白给呀！没蹭到，很伤。他还不会倒，这边要丢两台，最后一台小木屋。再打一刀就好了。来吧，双突丝，突中赢，突不中输。你这大摇大摆往这跑，哎，我怎么看不了技能？哎，我看见你了，在这边绕，拖时间。小木屋开始修了，挂死就。看你们怎么救这个人了。
估计是黑妹救了。吐他一口，我赶紧用三层喉。空姐修不动。你用猴子那没了呀？我，不修了。希望这里是个好追的，在这边苟着了。凑合，窗户给封了。还回手掏呢。我大好的节奏断掉了。鸟片出来了。看来没敢出刀。还有魔术棒的呀。
弹刀，炸了炸了，这把应该没了。哎呀，整的我传送开箱了，真的是个破图。我要带金身的话，这把赢了呀，可惜带了个传送。先知秒倒，一直被前锋拖了两台机子。记得，哎，演员都跑。这样应该没关吧，我觉得吧，可以。想什么呢？触手放错了，问题不大。第十九吗？哎，两刀全变到十几上去了。你们又坐不了车，想什么呢？半点鸟都不交了，又是祭司。
有个长龙洞，这倒了，全都不修机子啊，好狠！ 炸鸡丝！哎呀，我知道他要钻回去，我还白给，跟个弱智一样。 为什么踢他不自动攻击了呀？什么时候改了吗？ 还玩这招呢？玩一次就够了呀！哎呀，黄衣没有气球刀。狗踢掉了哟！